Why not teach me Chinese? Why not? Last time, we'll teach you Chinese. 你好。Repeat after me. 十。睡觉，吃饭，挖鼻孔。有没有星期龙兄啊？有一种罪叫做癞蛤蟆想吃天鹅肉。很想问一下你用过安全套没有？男人最讨厌就是用这玩意儿。我连你的名字都不知道，就跟你睡了一整晚，你给我滚啊！喂，我没用的。没事的，老都已经带笔记本了。我怕我找不到他。其实我并不喜欢你。爱的心很真，伤感已在心里散亲你，不想失落，只要跟你走。你知不知道为什么以前你妈那么凶，又那么怕我？原来简单平凡才是最珍贵的。最爱的、深爱的、相爱的、亲爱的人，来告别单身。一个多情的、痴情的、绝情的、无情的人。This Chinese character means 10 in English. This is its syllable 十. Repeat after me 十。十。